Fuji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, Trenzhou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tation, and Chinatown TV paid a courtesy visit to IBC 13.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、 泉州电视台和菲中电视台代表，离访菲律宾国家电视台 IBC 13。 2023年11月6号上午，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二级巡视员戴小红，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网络视听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杨荣， 泉州广播电视台闽南语频道总监温菲菲， 副总监许华新， 在菲中电视台台长施玉娥， 副台长庄琳琳， 新闻总监王学义的陪同下， 一行7人前往菲律宾国家电视台 IBC13 参观访问并举行交流， 受到了IBC13电视台台长兼执行长 波利卡皮奥和各部门负责人的欢迎和接待，双方举行了友好的座谈交流。波利卡皮奥台长介绍了电视台的历史以及发展和目前的运作情况，并亲自带领参观新闻部、技术部、网络运营部、监播监控部。他希望今后在菲中电视台的穿针引线下扩大与福建广电局、泉州广播电视台的合作， 互相转播关于教育、文化艺术、体育及儿童节目，共同促进菲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。戴小红巡视员在讲话中表示，非常感谢波利卡皮奥台长和各部门主要领导的热情接待。他表示， 有机会来到IBC13电视台与同行交流座谈，共商合作，共促发展，真是意义非凡。 希望在IBC13与菲中电视台的长期稳固合作下， 把交流合作范围扩大，与福建广电局，尤其是泉州电视台合作举办活动以及人员互访交流。翁菲菲总监也建议， 希望邀请IBC13参与举办明年的菲律宾福建泉州电视周活动， 扩大电视周的范围和规模，也希望邀请伯利卡皮奥台长出席今后举办的 菲律宾媒体事宜泉州行活动期间，杨荣调研员施玉娥台长、庄琳琳副台长也在座谈会上发言，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和方案。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